我们在这个世界想做一点好事，为什么那么困难？不外乎两种原因。第一种是自己德行不足，没有真实的实德能。大乘经上常讲，这个能够感应到佛菩萨加持，龙天护法，你做得很顺利，没有真实的德能，就会有障碍。做好事也有冤亲债主障碍你，为什么？他不喜欢你做好事。你做好事是往上升，他希望你往下堕落。你给他有冤仇，他会障碍你的善事，会助长你的不善的事。换一句话说，他就是要你堕三途。这个因居多数啊。那么我们在这种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当中，一定要懂得消业障。那就是怎样的欢喜成熟，不生怨恨之心，我们的业障能化解。所以藕益大师讲得好，净缘无好丑，好丑在于心。净是物质环境，语言是人事环境，人事环境里头有没有好丑，就是善与不善的，没有，完全看我们自己用的是什么心，通通的利用，也通通造罪业。你的心地善良，永远存着感恩，净缘多好，所以利益增上缘还是帮助你提升。他障碍你、回报你、陷害你、破坏你，成就你自己的德行。我没有丝毫怨恨，不生烦恼。生感恩的心，生怜悯的心，这就对了。永远要学阿弥陀佛。弥陀在十方法界教化众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排斥净土的人很多反对阿弥陀佛教诲的人很多不相信的人很多阿弥陀佛从来没有烦恼念头，从来没有不善的批评而是以清净平等、大悲大愿，不断的来影响大众，劝勉大众，希望他回头。
弥陀只有一个心，一切皆成佛。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第庄严的第二种原因是众生造的罪业太重，感应的果报现前。这个果报，他有机会遇到佛法，他不能生起信心，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理解，他不能够修行。众生没福啊，总不外乎啊这两类的原因。这两类的原因，只有佛陀跟化身菩萨的大慈大悲才能化解。化解也不是容易事情。也不是短时间的事情啊！好在佛的慈悲是无有止境的啊，生生世世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我们自己有福遇到了，纵然不能够利益大众，一定要利益自己。其实利益自己就是利益大众。那为什么呢？我们做了好榜样给人看。云将成熟还未成熟的时候，见到这一些形象，他会感动，他会觉悟。我们做得越好，感动的人越多。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入般涅槃，这个示现也度很多众生。这些我们要看清楚，要开光明眼呢，看得清楚。造作恶业的人，制造障碍的人，眼前得一点小利，后面的果报都不好啊！不能不看清楚啊！不能不看明白。这个很重要啊！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必定能够发愿，你必定能够勇猛精进。你智慧现前，知道在这个境缘当中怎样去处置。最好的处置，最善的处置，那是
帮助自己提升，帮助众生减轻罪业，这叫真正慈悲呀。所以这是说这个地动啊，表所有的果报都是有限有愿，这个愿就是欲望，行有善恶，愿也有善恶，什么样的因感什么样的果，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看不见的众生多，看不见的这些众生，有根利的，也有根很钝的。利根的，听到佛号，听到讲经，听到读经，它有很大的受用。现前就能帮助他离苦得乐，那么迟钝的也不少，迟钝是业障太重的。他还没有注意到佛法，读经讲经念佛，在他看起来好像与他没关系，他等什么呢？他就等事实，因为他太长久太长久的时间得不到饮食，佛寺里头有事实，他就等着，其他的他都没有办法觉察，在昏沉，好像睡着了一样，有吃的东西他就起来了，他要去争取。这一类的众生，那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慢慢才能帮他觉悟过来呀。轮回的时间真的是很长很长。没有人能够算出来。一个不善的念头，也许就堕落了。真的自己有意无意，为什么？无始劫以来，习气造成。无始劫来，一般众生总是恶多善少啊，所以恶的习气重，
善的习气轻，遇到善缘，相应比较难；遇到恶缘，很容易。所以世间上常说，学坏容易啊，学好难啊。这个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与花呢？有花则有果。以表大愿必然的果。花也是表因果。我们供佛，供养具里面，香花是最普遍的。香花水，床幡，这是工具里头常用，而且是表法的意思，这个不能不知道。花不是给佛菩萨看的，果也不是给他吃的。花代表因，果代表果报，表这个意思。花美表这个因好因善，果就好。因行不善，果报就是恶道，表这个意思。供灯，灯代表智慧光明，照见诸法实相，表这个意思。灯还表燃烧自己，照耀别人。现在用电灯不太容易看出来，蜡烛油灯很容易看出来，你看蜡烛烧烧到最后没有了，照别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佛前供灯是这个意思。供水，水代表清净，不然水代表心。心要清净不染，心要平等，要觉悟。清净不染，平等，它就起照的作用了。那个照的作用就是智慧。光清净还不行，平等。水不起波浪，要平等。没有染污是清净。小乘人声闻缘觉，他真的清净心。菩萨真的平等心，所以他能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就是觉。清净平等觉，清净是因，平等是果，平等又是因，
觉悟是果。啊，前面是因，后面是果。啊，相，相代表界定真相。啊，相赞里头有啊，界定真相。见到相，闻到相，要想到戒定慧三学，提起正念点啊，这是它真正的作用。啊，床幡代表弘法利生的讲经教学，利他了。前面偏重在自利，自利之后要懂得利他。啊，幡床是佛门的信号。讲经的发挥，悬床啊，床圆形的，啊，像飞机场的那个风筒差不多，风筒是一面大，一面小。床是大小完全相同啊，旗杆上挂上床呢，就是告诉大家今天这个地方有讲经的发挥，喜欢听经的人看到了他就来了佛门没有广告，没有宣传啊，这是比较谦虚。我的智慧断能不足为人师啊，不敢招生，不敢宣传啊。那么我们在此地讲经学习啊，好像是分享交流，请大家指教啊，把我们的活动呢用幡床表达给大家啊，喜欢来的他就来了啊，不喜欢他就可以不必来，一丝毫不勉强。如果是宣幡，表示这个地方今天有机会，不是讲经教学啊，有机会有活动啊，是幡床是信息。啊，远远地方看到了，知道这样有活动。那么现在，幡床的作用失掉了。为什么呢？都市都盖了高楼，你悬挂的幡床没有人看见。啊，我们在童年的时候，这个东西起很大的作用啊，一般庙大概都是两层楼，普通住家是一层平房，所以它比我们一般房子高。寺庙里旗杆挂的时候，
附近几个村庄都看到。啊，那么现在呢，用电话通知了，用广告，啊，电视广告，广播电台的广告，报纸上看广告，用这个方法来通知，啊，这代替了帆船，啊，帆船的作用啊，是这些，这个我们要知道。啊，羽化代表因果，表大运必然的果，啊，因果报应，确确实实是丝毫不爽。啊，自然因热，这是表彼得妙乐之土就是极乐世界啊，必定成就极乐世界，并且呢，广宣妙法，化无无尽。这个广宣妙法是十方三世诸佛如来承当。没有人能承担这个事情啊！诸佛如来承担，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就是教训的啊！不单是佛教，所有宗教，你细心去观察，你去研究他们的经典，你就发现了。啊，最初创教的第一个祖师，你看看他一生的行医，我们就恍然大悟。啊，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用现在的话来说，社会教育家，个个都是有智慧、有慈悲心的人，有慈悲心，怜悯众生。啊，发心出来啊，教化众生。啊，有智慧，就有能力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达到教学的目标。啊，众生一定要觉悟，有什么？明了宇宙万有，真实相啊！现在这段事情是科学跟哲学承担。啊，专门来做这个研究，来把这个谜题解开。让大家了解事实真相是什么。那么这桩事情
各国不同宗教都讲，有些讲的深，有些讲的浅一点。啊，真正讲透彻，讲明白了，跟现在科学完全相应了，这是大乘。啊，科学家也肯定了。事实真相明了，就不迷惑。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万有看法、想法，就不至于发生错误。那么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是与诸法实相相应。这叫正知正见。如果我们想法看法与事实真相相违背，这叫邪知邪见。正知正见带给我们是智慧、慈悲、和谐、幸福。错误的知见带给我们的是灾难、是迷惑、是颠倒、是造业、是恶报，不一样。啊，所以宗教是教育。